大家好，我是胡夫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 Kings Arts 所推出的《流浪地球2》的周边产品 Moss，它是一个合金可动的版本。先前市面上也会通自行拼装的版本，如果你对自己的眼力啊，或者是拼装的技术没有很自信的话呢，这次可以考虑啊，这个一次到位的一个合金完成品了啊。盒子的包装的话是收藏品等级啊，保护措施也是做得非常的好。里头的内容物的话呢，我们先直接来看它的本体好了，也就是这一次的 MOS， 这是一个监控系统。它身上的这个配色哈，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熟悉。我先前在科技业工作了8年的时间，这个很像我们里头那种机械手臂的一个配色，整个的一个合金的部件呢，在这一块跟这一块这里地方，摸上去是非常冰冷的，玩具的紧实度也是做得非常的好。它的可动的话呢，有根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旋转，然后还有这个位置可以转动，这边也可以做一个转动啊，所以你可以配合，各式几个关节的话呢，对这个监控器呢做出它，你希望它看的一个角度。除了大量的细节表现之外，它还有佩戴了一个发光的装置，在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呢，有5个地方会发光，1、2、3。还有一个4，第5个地方在这里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平常关掉灯是这样，一打开啊，会有一个字体显现出来，但字都非常的小啊，包括身上所有的这些小小的文字来讲的话，都是做到非常精细的。第一种展示呢，是以这个支架为主呢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底座啊，上面有着流浪地球的这个字体，把它扣上去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站立的姿态作为一个展示。而第二种展示方法呢，应该是它最正确的用法了啊。它呢有附带了一块铁片，这个铁片的话呢，跟这个上方是可以做一个磁力的吸附的。这个磁力一旦吸附上去之后呢，它的一个附着力是非常的强的啊。那它还有附带，那它还有附带两只的螺丝钉。这个螺丝钉的话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锁在你想要锁附的位置上面，然后呢，再把我们的这一个监控器 MOS 的话呢，给这样吸附上去，就完成了它一个真正一个监视器的一个展示效果了啊。这个也算是最标准、最标准的正式用法吧啊。但事实上呢，这么小的螺丝呢，如果你没有钻孔机的话，其实是很难钻进去的。那因为这种情况呢，它还附带了一张 3M 的贴纸，这个贴附力是非常强的，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呢来做一个替代。贴纸虽然方便了，不过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 MOS 的根部这个关节还是比较偏紧的，贴纸的吸附力度呢没有办法让你顺利的转动啊，你可能要用手呢去扶住它的根部这一块部件。那虽然它有一条 USB 的这个连接线，但是它真的只是提供充电，让这一个模组能够发光而已，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监控功能啊！各位千万不要以为它可以帮你监视家里面的一举一动啊！不过你要把它锁在家门口呢，伪装成监视器的样子，吓唬一下宵小之辈，应该也是可以了啊！虽然这不是它本来的功能啊，它是一款《流浪地球2》的电影周边产品啊。如果你对先前的组装版本非常苦手的话，那么这一款合金可动你确实可以考虑一下。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